将散了醉当醉后最无尽太浪落的 FM 89.7当醉后当醉后我林健康有什么欢乐忙尽心用情来听声当醉后广播电台欠钱为家庭，父母等阮提钱转去用。皇天不负苦心人，让阮有缘来到电台这个大家庭。虽然破浪是一顶过一顶，世事本来就无公平，看开自然心就清。感谢有真多世大朋友来相敬。在此望恁多多来看行，来看行。I'm not afraid.